看看新闻网。10月18日，第七届天籁圣者歌唱大赛总决赛在上海火热开战，最终22岁的苗英成为了今年的冠军。天籁圣者歌唱大赛从2004年创办至今，历时10年，通过7届比赛，发现了众多具有潜力的国内外流行歌手。